弟兄姐妹，大家圣神嘉年节快乐！啊，我们都很喜欢有收到礼物的经验啊，特别是打开礼物啊，那我们发现是一个贵重的礼物的时候，我们会更加的欣喜啊，也会更加的感谢送给我们礼物的人。那我们圣神嘉年节就是天主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。那我们记得耶稣啊，在完成他爱人的救世计划，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一句话就是完成了啊。那之后他交付了他的灵魂啊，呼出了一口气。那我们教会的神学家说，那一口气就是如同天主创造亚当厄娃的时候啊给予的那一口气，就是圣神的生命啊，借由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牺牲苦难死而复活，他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圣神。圣神就是天主的第三位爱的圣神，他是天主圣父跟圣子耶稣之间的联系，那也是天主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。他要把我们联系到天主圣善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爱天父啊，如同耶稣爱天父一样，就是让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，分享耶稣基督啊义子的生命啊。那当然我们是天主的义子义女，这是天主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啊。所以我们圣神降临，我们再次的开放我们的心来领受，来相信啊这一份爱啊，天主最大的爱，让我们成为天主子女的生命的最大的泉源的生命的来源啊，就是天主圣神啊，他把我们连结在一起，参与圣山的生命。那我们怎么样让圣神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？第一个啊，我们就是要相信啊，借由相信，借由我们的爱啊，我们能够领受圣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。那他是耶稣所说的护卫者啊，是我们的保护者，是我们迈向永生啊成圣的生命的带领者啊，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啊。那他能够借我们的相信接受，他伴随我们啊，走向更相似耶稣的生命，成圣的生命啊。那圣神也是教会的灵魂啊，他会带领整个教会来迈向天主计划的完成啊，就是新天新地的来临。所以在圣神降临节啊，再一次的啊，邀请大家啊，打开我们的心灵，来领受圣神的恩宠，让圣的生命充满我们。那我们大家也来祈祷啊，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时刻，求圣神的恩宠啊，沛然降下，使大地焕然一新。天主祝福大家。